我们试试嘛，试过就不是小孩子啦。不要怕嘛，这里又没有人。你确定？是吗 ？OK。那来了，来来。妹妹，请问507教室在哪里啊？楼上。谢谢。怎么这么巧啊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晒太阳。好不好？那我怎么办啊？你怎么办？该去问你妈。